日在甘泉宫后山承蒙霍姑娘相救，我还没谢过你呢。你不但没谢我，反而还对我恩将仇报。如果你真的喜欢元哥，我愿意接纳他。我只是不希望你的出现让云哥烦心。你以为事事都能如你的愿，随他的意吗？孟爵不会这样对我的。你确定你了解他？原来我跟霍成君一样，都只是他利用的对象。心已碎，回首已无路。你终究还是进宫来了，果然很有手段。我从来没想过跟你一较高下，所以无需把我当成敌人。一边是孟爵，一边是皇上，你还真会脚踏两条船。皇上已经有了皇后，我会守护小妹，不会让你为所欲为。那就走着瞧。你真傻，姨母劝你，对这个女人你一定要小心，不得不防。你平素跟刘大哥并无交集，为何今天忽然跑来送你献殷勤？你到底安着什么心？凡是能让你痛快的，都是我想要做的。徐姐姐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他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，我不许你伤害他们。偏要。这一辫子是因为你抢了孟爵。畜生，阻碍我！你想逼我为云哥喝下滑胎药？倘若你不肯为云哥喝药，云哥跟他肚子里的孩子都得死。帮过我的人，我必会报答。害过我的人，我也必会讨回。爹希望你也真心对他好。不可能，霍家的利益高于一切。难道您现在要为了一个根本就不姓霍的人，将霍家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吗？你的心明明是恨透了孟爵，为什么还想嫁给他？正是因为恨他，我才更要跟他待在一起。全部倾诉。